你说不说，你说不说，我让你不说。小子，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你要是识相点的就跟我走，只要你跪下给那位客。您看行不？1000万，我严子昂的精神损失费就值1000万吗？黄狗，你别让我为难，你的人打的可是我老大啊！尼玛，到底谁为难谁呀？你他妈一言不合要5000万精神损失费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啊，看你的样子，你似乎不愿意给。胡子，叫人，有话好好说。5000万，我给。这话说的我心情很好，快点打钱，不然我就发飙了。你他妈不是说你收拾个暴发户吗？暴发户呢？怎么变成严子昂老大了？我也是听雷志祥说的。老大，您没事吧？我刚看严子昂从咱们这里开了。可不的，当时严子昂来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敢这么嚣张？现在人走了才敢叫全名。对了，你这么急匆匆的跑来，是有什么事？老大，雷家没了。没了，一晚上的功夫，雷家就没了。丧彪呢？林城的人都到魔都撒野了，他丧彪都不管吗？彪哥说，雷家的人该吃点教训。吃你妈的教训！大哥，这是我给您安排的保镖，都是我的得力心腹，您有什么事安排他们去办好了，我在魔都的小弟，您随时都可以调动。好，你有心了，谢大哥夸奖。对了大哥，这是疯狗给您的精神损失费，我当时也没想着要，他非要给我就收下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大力和胡子是吧，以后你们俩就跟着我了。不过我这人平时比较低调，等会我会安排辆车再给你们配个司机，你们暗中跟着我就行。好的大哥，你们以后就叫我少爷吧。好的少爷。彪哥，雷家这事我是想来谢谢你的。
严子昂是个恩怨分明的人，在丧彪的地盘办事，尽管昨天打了招呼，但亲手道谢也是应该的。都是小事，雷家向来嚣张惯了，是该给个教训。对了，彪哥，我大哥还在魔都，麻烦你照顾一下。好说好说，你大哥叫什么？我大哥叫林十三。你说的林十三不会是这个人吧？你怎么有我大哥照片？这也是我大哥呀。你说什么？